且是明天，一定要把心。公子满怀革命豪情，奔赴新的战。鬼子已经走到山脚下了。这里是由强者自强别克昂科威冠名播出的《真正男子汉》。王宝强，炮兵是战略之首。你们今天成为炮兵的一员，应该感到骄傲。能自豪是很影响，在打实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炸膛的危险，很可能整个炮班的人员都会牺牲。严格遵守我们操作规则的炮兵团，听到指挥，各大声调做好了演员。报销没事吧？军医呢？医生快点！慢点！心里边感觉特别的愧疚，对不起。谁能班里就剩五个人了？听把新征程号角吹响，将军目标召唤在前方。回去之后唱歌，唱强军战歌，没事就唱，而且一唱这歌好有力量，就跑步啊什么锻炼就可有精神了。回到家之后依然很热血，前面背个包，后边背个包，然后负重自己跑步，在跑步机上跑步。快吃啊，一分钟啊，看谁先吃完，八个月在内，要有时间概念啊，快点。在家里不可以点头摇头啊，只说是还是明白还是清楚不清楚，知道吗？我老婆我一回来感觉真的是我严重洗脑了，完全就是还在部队里的那种作风。千行，一，哎，手背是藏哪里的？哦，这样，一，二，
注意集中精力，只说一遍，没有第二遍，知道吗？教官说的是啊。这个这是数字啊，术语，这是三，三，三。可以，还记得不错。真的，开玩笑呢，你以为来部队锻炼大脑啊？看脑子够不够使啊？前方有三个敌人。他没有说敌人。对，我没有说敌人。你说敌人？我说前方有三个敌人。那你没说敌人。这个字什么意思？这。爸爸。这是干什么？趴下。嗓子不好。哎，刘洋，二叔，这是云南白药，喷剂啊。二叔，这是嗓子不舒服了，这是红花油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刚从军营出来第一天中午和家人一起吃饭，当时我在那里玩手机嘛，然后我妈叫了一下我名字，我直接就把手机扔桌子，站起来就打报告。点到名字要达到，声音要洪亮。刘浩然到。刘浩然到。前段时间带爸妈出去玩了一趟，他们会觉得，哎，你怎么好像有点变化，自己身上有兵味儿。我觉得经过上一个部队历练，我自己的改变还挺大的。经过上次的那个训练回来之后，有一些潜意识的改变，就比如说上次训练回来之后，我老婆看见我的第一眼，说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靶野厂的那个时候。这是顾老公的书房，这是他当年在八一厂的照片。我当年就是看到这张照片，然后就很勇敢的追他。这个都是八一厂正儿八经的军装，确实他很宝贝他这个军装，所以他定期他都要拿出来晾一晾，晒一晒，看一下，他自己都要，这都是他亲自做的。这种情怀可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是他很神圣，还是一种自豪。我要上当。你这声太大。好享受，早上起来慢慢的起床，坐在床边，哎呦好享受，慢慢的然后去上厕所呀，去卫生间啊，哎呀觉得舒服，好享受，生活好美好啊。因为你想在那个部队的时候，每次就跟打仗一样的，哨声一响，腾就起来了，哪有时间去想？就平常咱们的生活，很美好。我是刘浩然，还没来得及消化步兵训练的疲惫，我和我的战友们就已经告别了新兵身份，转战到下一支部队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这里又会有多少新的刺激等着我们呢？这次，听说是炮兵，炮兵是考验是上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。我练的我是全是下肢。对炮兵有没有什么期待啊？有啊，可以这次开炮放炮啊。现在一个是很期待，又有一点发怵。首先是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和什么是什么。第二个是我不知道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教官。袁弘，袁弘，袁弘，你总有很多道理。我是一个老兵，我不想让大家看不起我。我要坚持住，坚持不住了。在这一战当中，我觉得我不应该掉队，我会努力，我会完成的最好。我肯定是最努力的，最卖力的，最拼的。让我执行！亲爱的连亲，我想对你说，我们将永远以你为荣。我心理上有了足够的准备，因为新兵阶段我已经过了，我们这回是老兵了。希望我在第二战里边不会出现掉队啊，拖团队后腿的情况，这是我对第二战的预期。
向后转，起步走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站着，冷呵呵在这傻乎乎在这站着，来活动一下体力。哇、哦，好冷啊！袁弘同志，哎，你看我们三个的状态像不像早上公园里锻炼的老头老太太？就差跳段舞了。各位战友们，几日不见啊！要按年龄来的是吧？我们是按年龄顺序来的。都来啦！来，呱唧呱唧！欢迎欢迎欢迎新兵入伍！大哥，那个带了没有？带了，给他来王宝强，到来，全你的，看。选你的，拿好了，拿这么好的，先带这么多了。大哥刚才装兜里，来来，每个人发一个。不，全他的，因为啥解除了，这次我放心了，我再也不用担心脑子不好使了。太谢谢了，真的，这还可以这样练手了。你一天就是俩啊？吃多了万一多了不能吃是吧？当然了，你吃多了太聪明了。你先把今天量吃了，赶紧。哎，我们就是在等杜海涛是吗？等杜海涛，这是海涛的车吗？带着大红花就来了。海涛为什么带大红花的车？来接我们的。走吧，我们列队上车吧，要不？我们不走，海涛不到，我们不走。对，对我们一个都不能放下。他们都在哪呢？在去景点的路上了。好，我马上。你这次可能要迟到了。哟。因为昨天录大本营，然后录完大本营就直接过来，是吧？不用等我了是吧？我直接就过去了，对吧？到军营门口。不能每次大集合我都迟到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最快的速度跟他们集合。他们都进去了吗？还是没来呢？疼死我了！新兵，当那什么兵，跟新兵就是不一样啊，环境都不一样啊，环境都不一样。哎，是杜海涛吗？我来了，你终于到了。下车了，到了，下车，看见炮了没有？炮衣都破了。我想炮兵可能不会再那么跑了吧？不会那么跑就好一点。以最快的速度冲刺，预备，跑！加油！哎呀！啊，加油！哎呀，没事，快走！不行，我走了会被挨骂。这个没事，不能抛弃你。这个没事，上次就是因为没管你被骂了。快到！海涛加油！马上就到了，快！海涛快！快！报告教官，好，从我以后迅速离定站好。总教官同志，六名新兵报道完毕，请指示。我是你们的总教官赵贺，欢迎你们来到广荣的炮兵团。张丰毅，到。你刚才跑第一名，我不想表扬你。董海涛，到。你落在最后，我也不想批评你。知道为什么让你们跑步到连队门前吗？谁能回答一下？我知道。讲。想看我们团结一起跑的。我是要让你们明白，你们是战友，是兄弟。炮兵讲究的是集体作战，协同配合，是否明白？明白。明白。我们这支部队
在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，在和平年代获得过无数的荣誉。希望你们记住四句话：警钟响当，警犬打击，警臣团结，精益实干。这十六个字是炮兵团的先辈们用汗水、用鲜血书写的战神精神。现在，我想听到你们最男人、最血腥的誓言。我叫张忠义，我一定服从指挥，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炮兵战士。我是刘浩然，这次炮兵团训练，我冲出来第一秒。我要成为一名神炮手，每一个炮弹消灭一群敌人。做海盗不甘落后，不想当大家后腿。走！来到炮兵团，我要做一个稳准狠的好炮手。来到炮兵团，听党指挥，有大声量，作风有礼，做一个合格的炮手。现在大部队正在野外驻训，在这个营区我将对你们强化训练，争取早日与大部队会合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把被子放到那个地方，快。好，放那里，弄到要快。好，后退一步，走。向右看，停。向前看。知道部队的领队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服从命令。那你们的手机呢？我在这儿。报告。我兜里还有核桃，咱们掏出来吧。报告。这是给他补脑子的，不能掏。那可以留着。下面你们休息几分钟，简单整理一下，十五分钟带到训练场训练。接着，张丰毅，你照顾一下刘浩然。你喝点水。嗯，我们的杯子在什么地方？看看，找。对，拿出一个，过来。怎么了？告诉你是应该得穿点东西。知道。但是现在脸上有些刷白。对，刚才那个人还刷白。还得量，不着急啊。跑狠了，跑快了，你一开始就跑，你又不是百米冲刺，你干嘛背着行李？二叔，他一说，而且一跑快，跑后来就照不行，凉风照里边就是件半袖，太冷了那一下。第一就是一开始没穿，第二就是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你一开始要活动身体，要活动的呀，心脏不行，心脏受不了，你这个就是反应啊。你们刚才嘴唇都紫的。温了，先喝两口温的。谢谢。张飞老师很严格、很严谨的，所以说是楷模吧，像爸爸。开始了，从此就开始了。好点了吗？好一点。这里喝热水。
放一个明显的地方，晚上看望。您是我们这个同寝室的吗？向卡撑，向前看，扫席。好，现在我代表炮旅班全体成员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。我是你们现任班长，我叫王雨熙。班长。大家好，我叫徐晓东，来自河北邢台，07年入伍，今年27岁，现任你们副班长。完毕。刘班长。对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峰山，希望我以后的日子里可以和大家和睦相处，面对上级的任务所向披靡。完毕。只有铁一样的纪律才能磨练出铁一样的毅力，拥有铁一样的毅力，你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爷们儿，也就是说你才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而且我们炮兵是一个整体，它跟步兵不一样，你们有任何一个人犯一丁点小错误，这个火炮就不可能打响。啊，我叫沙世万，现任152一连二排排长，恭喜你们成为炮兵一员。炮兵是战争之首，你们今天成为炮兵的一员，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。今天学习战炮班的基本操作，就是把这个家伙给它训好。火炮全称152加罗榴弹炮，最大射程17404米，全重5720公斤，战斗转换时间3分钟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大声一点。报告，我没记住，我能不能回头记一下，写在本子上，然后背下来。确实太多记不全。报告，我课下可以陪他一起记。慢慢的记。是。火炮的性能记住了没有？系统记住了。火炮的重量是多少？重量是说重量了吗？搞了半天连个火炮的重量都不知道。王某强到。火炮的最大射程，就是教官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，就有一种小天使在我旁边保护着我的感觉。火炮的最大射程，17444次。那个天使就是宝强。宝强。郭晓东到，告诉他，17404米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17404，17404什么东西啊？射程。米。射米。射米。火炮的全称是什么？152式加榴弹炮。你创造了一个式。152加榴弹炮。张丰毅到。我说的是什么？152加农榴弹炮。152。严肃点。是。152加农榴弹炮。152加农榴弹炮。去。火炮的战斗转换时间是多少？完了。
我精神其实挺正常的，记忆力也挺好的。我后来我自己一想，去明白一个道理，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刘厚成到，战斗多长时间？3分钟。非常好，王宝强，向后转，是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跑跑，啊！好，停，这儿，下面，我们把这个炮手给他定了啊，炮班，编制由9人组成，分别由炮长1名。1支气炮手，瞄准手。现在大家思考一个小小的问题：为什么瞄准手不叫八炮手，而叫瞄准手呢？因为瞄准是至关重要的，你所有的一切最终体现在瞄准上。非常好，提出表扬。从现在开始，感觉自己脑子比较好使，能够胜任这个本职的，向前走一步啊！好，开始。张丰毅到，你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好使吗？对，我老了，没有他们年轻，他们快。我相信你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杜海涛到，你认为脑子不好使吗？我脑子肯定比宝强强。这老师，我脑子没问题，我脑子反应慢，就是。郭晓彤到，你认为自己脑子也不好使吗？比宝强强。不是你脑子不好使，你坐高铁站。但是此刻，我没问题。我脑子好使，我脑子好使。宝强都好使了，我也好使。现在考你们一个小学1年级的题，听好了，3+2+5乘以0+5，多少？五，多少？零，多少？五，多少？零，多少？多少？你看我干什么？3+2等于五，减五先乘等于零。应该得多少？零。先算五乘以零。先算。零。前面3+2，你让按顺序算。怎么办？停。答案是五的火腿堡走。我后来才知道是五，算半个吧。多少？不是等于八吗？让我3+2等于多少？3+2等于五。然后五乘以零等于多少？乘以零等于五，等于五五。先算乘法还是先算加法？先做加法再乘法。杜海涛，好，教一下他。教不明白，这有点慢，赶快教。是。你这，这是考验你的能力。是这样，五，你知道五吗？五乘以零等于多少？五乘以零等于五。五乘以零等于这样的。报告，五乘以零是等于是，如果要先算乘除，现在乘除再算加减，现在乘除再算加减，3+2。减去五乘以零，哪有减法？学减了吗？有3+2减5乘0。报告教官，那你先算不要在王宝强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教官，到底听谁的？说的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3+2等于5，等于五。5乘以0等于0，5减以0等于5，是不是？记住没有？凡是等于五。记住没有？记住，凡是等于五。其实，我挺喜欢这种的。就挑战极限，知道你这样下差就考我，这样的话你不就进步了吗？根据里面的表现，现在我宣布，瞄准手为徐晓东，站，就位，站，一炮手，扎
王凤一到，方副手王木强到，参谋手刘国长到，副炮手杜海涛到，五炮手袁弘到，六炮手顾九龙到，七炮手刘步生，两手刘子俊上。好，我们的示范兵分解了，给你们念一遍，要仔细的看啊。哟四炮手，标志运动体上方，炮炮一，六十炮手，放心的坐台，放了几气，而后迅速占了机会。就摇轮，没别的事儿了。炮兵呢？做一些很枯燥的一些练习，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但没想到这个不是一个显示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方。一炮手开栓，三炮手检查炮膛，炮膛紧紧，这么帅，咱们追，准备射击。遥离遥望目标，榴弹顺风引信。榴弹顺风引信。二号专用。二号专用。幺尺三百二十五。高地加一。方向总平点二。一发射弹助力。榴弹顺风引信。一发射弹助力。放。清楚没有？清楚。报告，我是五炮手，好像特别没存在感，特别没有存在感，就是放那个放架子，然后就没事了啊，就是放升降架，管弄那个轮子，然后就一直蹲那儿，我也不知道他蹲那儿干嘛，是要观察大家吗？还是要干嘛？站好。啊。老战示范兵，再教教你们，一定要认真的学，清楚没有？清楚。炮六八，二炮手就位，一炮手带头，三四炮手，六七炮手，带头。第一要坐哪？第二坐哪？对，左手四幺起重机摇把，嗯，按住解脱，嗯，教雨左手，右手，嗯，握住摇把，嗯，往下拉伸，嗯。你到时候你说话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提着来，哦，就是甩上去就好了。哦，叉子站哈，那得，这得往里，哎，那弄不进去怎么办呢？三万兵带走，清楚了没有？清楚。炮手不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入伍，入伍。这怎么弄啊？这个是卡这儿了。报告，这个是卡死的呀。对呀，这个怎么弄不出来？不知道把这个摁下去吗？哪个摁下去啊？啊，是那个摁着。这个轮子要先掰出来啊。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。转上。高地起。转上来。我们转上来。不用动了。高地起。转起。等我。再起。好。时间已过一分钟。宝宝，快点，宝宝！站到啊！袁弘呢，遇到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。我喜欢带这种挑刺的兵，他这种兵，如果你纠正过来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兵。还有二十秒。
哦，蹲下。还有十秒。你没降到底啊？六，降到底。五，四，这没降到底。二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先弄着，赶紧的。六，按表算的。来，七，降到底，降到底，降到底。你先把它降。五，帮我忙那边，那边。我降到底了。我十一，他的不降，我下不去。轮下去呢？轮，这轮怎么走？不是，你先降。十四，先把轮说上去。十五，先把。降，不是，请你放下。过来，不是，没降到底，它轮就悬着呢。好，降，轮没上去。王不强，到，过来没有？我这，下右转，两腿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弓下腰，右手。从两腿中间收向后翻，左手抓住前面的手。这干嘛呀？围绕着炮一小圈，开始。大哥，五、四、不能这么走，大家数一二，一二三的那个左脚右脚。太快了。他们所有的游戏哈、都是手拉手并肩作战的那么一个状态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同时迈左脚，来，对啊，一个人团结一致，就像你们刚才手牵着手一样，谁掉了链子都不行。六七炮手，把弹药抬回去。是。全部追！准备射击，一发射重点，留弹顺发一些。准备完毕。王不强，弹，这个弹你能这样缩进去吗？他是拿那什么顶啊？他是拿身体？他就拿这样。是这样顶的吗？就那。宝强在我们六个人当中是非常特立独行的，是一朵。和别人不一样的一朵花。在髋关节，左脚向前，左腿向前，左腿向前，再向前，再向前，再来一遍，二号抓右，都有了，起立，你们脸朝着那儿。被那个火给它烧完了，你明白吗？哦，你该报什么？往前走，快点！要打了，往前走点。去！由江浙自强、别克昂科威冠名播出的。真正男子汉，感谢洪流，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为男子汉灌注能量。去！集合！就！啥叫吧？到！你把训练场当什么了？怎么组织的？哦，我们的组织好，训练场能不能笑？滚！向前看。
的情，只有回答问题，没有那么回事吗？开始训练，滚！如果在实弹射击，你这样的状态是出人命的。从现在开始，紧张起来，我们继续训练。来了，向中靠近，向前看。好，检验一下今天我们的训练效果。立即口令，跑！跑！跑！顺汉一线，二号专用，二号专用，一副师督领，留在顺汉一线。第一次参加炮兵训练，我和我的战友们对训练前的突击训练都有点适应不过来，真不知道我们还能按时赶上大部队的最终训练吗？大部队正在野外主训，争取早日与大部队会合。太棒，好！布置一下工作。袁弘到，郭东到，你两个跟着我去，剩下的人跟着班副去幺五二训练场继续学习幺五二的其他专业。啊！向前滚！今天我们主要训练后端的分体平衡与擦拭保养，这就是我们的炮栓。王步强，到！你说一说炮栓是什么东西？炮栓是大炮的内脏。在想什么呢？这个炮栓是我们火炮的心脏，跟人的心脏是一样的。炮弹能否有效、迅速、安全的发射出去，与这个炮栓直接的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把这个零部件要任期摆放好，每个细节大家要知道清楚没有？清楚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炮栓各小部件，大家认真听。机针盖、机针簧、机针体、挡弹板、挡弹板油。这个刚开始看到一个炮栓有那么多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吓一跳。保险器杠杆，保险器杠杆，波动子轴、波动子柱栓、推杆、波动子。好，完毕，记住了没有，张文义？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把这个零部件要任期摆放好，简单吧？开始了啊，都会了吧？王步强，到。波动子，我没，我以前我一直以来我没觉得我记忆力这么差吧？真的好没面子，好丢人，就哎呀，特别怕家人看到。张明，快点，三。
忘了。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以求助。点人，要看。刘浩然，到。来，党大凡。刘浩然啊，要向刘浩然学习，给点掌声。因为这个比较考记忆力嘛，然后体力虽然说我一般，但记忆力还是蛮有自信的。来，保险器杠杆招，挡弹板招。来，挡弹板。非常好。带头到。来，是。带头给你一次机会。是。你现在是教官，你来提问他们。是。不要笑。王宝强，王宝强，到。这是啥？郭冬子。快点，该罚了罚，该错了就错了。错了。你把那呼呼。好，快一点。三、二、一，没到，再来一遍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告诉你啊，这个是搏动词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刚才那是什么？体委打报告了吗？这次提醒你就不让你跑了。我说刚才那个是什么？没让你回答。刘浩然，到，说一下刚才那个是什么？保险器杠杆招。挺棒的，学习的精神值得表扬。好，最后一个啊！你会谁啊？刘鹏山，等啊！没你的事吗？有。我说话为什么不看我？张方毅同志，到。这个是什么？激震器。回答的非常好。嗯，是激震器吗？回答错了。叫什么？激震体。好，发言。是。大家这个训练以后不要忘了，不要学一样东西忘一样东西，是吧？今天的训练就白训了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啊。哎呀，这个训练可不好玩有意思。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对，当了七年的文艺兵，后来又当了七年的飞行员。同志，请注意安全驾驶。好的，满足你的要求，往哪儿走？直走。向右看去，向前看，坐下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无牵引更换轮胎？没有，没有。就是没有千斤顶，你还能够换这个轮胎？怎么换？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想不出来。由助教给大家进行示范，开始演示。将备胎顶入大梁下方，配合驾驶员将车撑起，将损坏的左后内轮卸下，外胎更换为内轮。发动车辆将车开到更换轮胎下方。备胎轮毂正面向内，驾驶员将车辆开下轮胎，将备胎挂于备胎架上。哎，这个方法是部队自己发明的，是吧？是的，对，一些老司机啊自己研究的。但这个方法确实挺棒的。驾驶逆时，袁弘，你讲一下你看后的感受。觉得够。我确实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换轮胎的方法，今天终于见识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分组进行一个小比拼，第一名和第三名为第一组，二四为第二组。开始。摇身要快，双手用力。这是三针。动作要快。这个现在拿下来吗，班长啊？轮胎要对正。动！哎哎哎，停停！注意头！哎哎，停停！
错了，灯坏了，灯坏了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好走。好，现在二组要好于一组。一、二、三，你放开，不用。现在两组旗鼓相当，叫上力气了！快快快！这个时候朝外，一定要注意好配合。然后那一组轮胎已经换挂，必须要战胜他们。因为在部队任何事情讲究效率，我生怕耽误时间，不能放下我手中的活。谁给我擦一下汗？擦一下汗，额头、眼睛，坐里边眼睛，就那种紧迫的。就是我在拿出一只手去擦汗，我这个时间都太浪费了。赵东，你们慢了。应该有几次觉得，哎呀，我真的不应该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像我这个年龄可能不太适合了，真的是挑战身体的极限。马上分数高低了，那怎么还多一个？快快快！是。高东，你们慢了。开到哪里去？向前开。是。开一点点。快完了，快完了。差不多。快快快快！工具够，工具够。马上分数高低了。好，报告。报告。小勇，看去。向前看，扫兴。下面我宣布比赛结果，胜利组为二组，郭东到，郭东到。报告，都没检查呢，都没检查呢。不要急，再讲评一下，刚才第一组配合很不到位。没有看到口令指挥就擅自动车，差点发生一些危险，所以说营内组为二组，总体训练效果非常不错。今天训练到此结束。这是什么？几针什么？几针体？几针体？体积体，你看肥吗？单弹板对吧？单弹板，这是单弹板。单弹板轴，它俩是一体的。单弹板轴，这个好像也是叫单弹板轴。机针盖、机针簧、机针体、挡弹板、挡弹板轴。单弹板这是。好，停！我们现在由右至左，一个人对一个炮床。好，现在开始看，是什么顺序，怎么摆放的啊？摆放整齐这块，这也是一个训练的比赛。三、二、一，嘿，向后转。来，副班长，站，给他打乱，十万名，给他打乱。要看，朝前，准备。开始！看谁最后一个啊！命运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面啊！快了啊！这是啥？挡弹板轴，挡弹板。很好啊！记忆力还是蛮有自信的，蛮有自信的。好了，打报告啊！报告，好。报告，大家好。报告，报告，报告。现在宣布，时间最快，摆的最好的是。其实好胜心还蛮强的，当然要争第一的。人家别人学一遍就会了。你就得要，你本就得要照十遍二十遍。报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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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。时间最快，
摆的最好的是王木桥。到。王木桥。到。其实当时我蛮惊讶的。报告，来示范兵，出来一个，出来一个。没有，那会儿就是掉坑里，那个长的和短的就一直分不清嘛，真特别不爽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丢人。王木桥，报告，安全，给点掌声。布景时间快。而且摆得非常正确，我觉得我在体能上各方面，我拿我做什么，我相信我都不会输的。第一名，王宝强，到，五发，47环，优秀。宝强太狠了，宝强，这是实力呗，打的。我就是心理障碍，我一定让自己克服掉。这是什么？几针什么？几针体？几针体？单蛋白对吧？单蛋白是单蛋白。肌针盖、肌针黄、肌针体。挡弹板，挡弹板轴，一下打啊！终于打了，但是我一直其实心里的，真的让自己做了一件有面子的事儿，就是终于让自己自信起来了。不错啊！然后保险七杠杆，保险。刘浩然，记住了吗？来，给刘浩然，我们三个轮着说嘛。就给刘浩然鼓掌。刘浩然，这是白给你鼓掌。11个，一共11个。因为都知道的，都记住了啊。肌针，第一个是肌针盖。我们先顺着说，来，你第一个。肌针盖。我那个是肌针黄。肌针体。肌针体。挡弹板。对，肌针。的单弹轴。保险。班长，我能掰一掰我的腰椎吗？来，听口令，去，一定。你想怎么放松？我就自己掰两下就行。行，自己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同志们，要不要学习一下？要，我都快废了。好，杜海涛，你跟刘浩然一组。互相按摩。啊啊啊！哈哈，不行了啊！别踩，你还踩啊！这不是踩的。哎呀，你站起来！好，你赶紧起来吧，你赶紧起来吧，眼瞅着要出事故。我跟刘浩然。你跟刘浩然，你跟刘浩然。你们俩吧。趴下。让你感受一下部队制式的按摩手法。啊！班长，你的八块腹肌呢？啊？露出来看看呗。八块腹肌还差7块。那你现在比杜海涛强。杜海涛还差8块。我现在是乱成一锅粥。舒服吧？舒服。我看看，这兄弟多好，你真不错，宝强你真棒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哎呦，就这样，特别好。宝强很风趣的，还真的会给我们在如此强大的训练之下，能够有很多开心的东西。宝强，你真棒！准备起步了，我本来不想起，可是你们都起了，必须得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双杠，有人会玩了没有？我懂事以来就没玩过这个。怎么样都行，陈峰一，陈哥。这个是双杠二连膝，用肩膀滚过去，不错。如果说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有这么好的身体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边上两个杠，下，这俩人上两个杠。刘昊然，上。你给我一个一二三，我就好使劲儿。一二三，三跳。哎，弱。别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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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杠的问题，杠。有点晃。对对对，杠的问题，杠的问题。杠比较晃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再下去。再下，再下。再下。再下一个。再下一个。起。之前拍视频突击，那个腹部绕杠吗？还是腹部绕杠？你真的很多年没做了，可能做不了。差不多几个？差不多五个。四、四、五。好了，好，去了，往下杠。下二，下。来来，再来几个？哇，太棒了！刚才某位同志挑战我们胖六板。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报泡六班的脸面能丢吗？不能。腹部绕杠就是士兵突击里面的333个，是不是？对，用力三多，加油，好好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来吧，你们先做330个，超过之后再比。少看来向你挑战的不止一个，有没有信心？他下一场不敢赢的，敢不敢？王宝强，来一个！跑六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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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个！王宝强，来一个！有没有信心？王宝强，有，真有加油！为了我们班，我真有，比。老六们，来呀！别叫了，我们来啊！好，还有没？呀，对，感觉给他表演一下二连膝加腹部绕杠两种形式，来看一看。我让你反的，这腹部绕杠。这腹部绕杠，这腹部绕杠。不敢直视。我觉得就在部队里的，就把男人的最阳刚的你要动动激发出来。每一个战士他们的身体素质和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那种男人那种气概，你就会感染的，你会很有很男子汉。贾杰，今天是你难忘的一个日子。宝强，这个兄弟是看你士兵突击许三多做腹部绕杠来当兵的，没人做吧？好兵。
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许三多呢，毕竟是电视剧，他是演303个腹部绕杠，实际上生活中做不到，又做不到那么多，又做不到那么多。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尽力，他想做好，从来不叫苦，不叫累。坚持咬着牙，我也要做下来，因为我相信我能做，我相信我能完成，相信我能完成。回到了那种8年前拍《士兵突击》的时候，戏里的情节和自己那种体验生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，不怕吃苦的精神，所以才走到这个兵王。所以说生活中呢也得有一个过程吧，但是你真能不能做到就得奔着那个目标去，但是你不能服输。游戏规则，每队有10个人组成，在独木桥上使用流星锤，哇，将对方击下桥去，准备过胜。张弘毅到，郭晓东到，两个队的队长全连范围之内挑选9名队员。刘浩然到，就选你了。是。刘浩。是，出令。是。
怎么不站起来？怎么不毛遂自荐呀？王宝强同志，大身材比较娇小玲珑，对自己没有信心呢？有信心，出力！不要动，要不然我帮你选。不用。好，可以。杜海涛，出力！出力！海涛，海涛。不是，我就知道我要出来了。杜海涛，到。你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当然。出力！是。我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，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。我们的队名从一开始我就想好了，想好叫什么？就叫东方不败。东方不败，好呀，来来，东方不败，耶！好，猛虎队，猛虎队，我们队各自队员就位。他们的这种游戏都跟体质体力有关，就是要让大家有血性。休息够了没有？战士们都太满了，稍微能轻松一点的应该就是浩然。我录了。好，这好胜心还蛮强的，当然要争第一的。浩然，注意平衡，往前走，不上不来。哎，我上不去，是不是？我上不去这个，我拉我扶着你上去，没事。追追追追！冲下去！冲下去！冲下去！我没上去呢，让我上去！我没上去呢，我没上去呢！让你慢的。采取了别样的姿势进行反击，这是什么？不能找我刚有靠爹的推我爹没有走打回轻松一点的应该就是浩然，没想到他拼了，早知道我就选战士们了。哎，阿姨你怎么来了？我回家先打住，不动好沉啊。杜海涛，我
脸能六十多圈。郭晓彤，哎，大哥啥二虎呢？哎，大虎，哎，大老虎，哎，大鸡蛋，大老鸡蛋，大老鸡蛋。好，郭大头，收脸。好。下面由各队队长分别挑选对方的队员进行最后一轮的净胜负比赛。你们先选吧。我们就选刘昊然。怎么又是我？刘昊然来。王宝强。好好好，宝强有心有心。宝强加油加油。我经验啊，他就是总爱打脸和打屁股。行，保护这两个地方。想办法把哥讲出来。到底花落谁家？看两方队员的表现。好，好，好！哎，又来了！放心啊，哥。不要怕，你说我欺负你？不要怕他，不要怕他，打！往前推，推，推！不要怕他，王宝强，加油！王宝强，加油！加油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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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真的是动不了啊！啊！先把身体扶正，扶正躺一会儿，就让他自己慢慢调整。好，这个对，先别动。啊！小军一手，走，把那个电拿过来。好，来，一二走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躺，躺好啊，躺好。来，起，起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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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腿真是腿伸不直了。完蛋了，我就一直伸不直了。不会，不会，我感觉别多想，别多想，别多想，我都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动不了。对，就是拧了一下，因为你从那拐下来了，是吧？对。就等车来是吧？对对对，马上车过来。哦。一个枪点这样有了，这个腓骨可能出了点问题，这个这侧面的骨头。别动，别动。好像没用力一下啊，稍微忍一下。啊！忍一下，忍一下，忍一下，忍一下就好啊！啊，忍一下，那都强忍一下。啊，怎么实在是受不了，忍不住。坚持点，咬一下，不定就好了哈。我跟他们说了，我跟着一起去，你跟着一起去是吧？上来，再去那去。哦，对，好吧，来。我还真挺抱歉的。没事。
像这刚才看的也是大概什么？就是看拍了片子看情况，如果骨头没事的话，一两星期的一两周就差不多了。肯定应该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。王宝强身手是很好的，对，当然了，谁都可能受伤，就是没想到宝强受伤，是，真是我摔下来那几下，要不是没有你们保护的话，我也不行。你一上去，我们就说走去保护他，对，就想到你要砸下来会有危险。对，宝强是大家都在站那看着，觉得没想到他跳下来就跳下来了。王宝强谁也不会想到，对，是的，谁能想到王宝强他会牛？其实而且这种寸劲儿，谁都受不了。这个是意外中的意外。当时我作为队长，我觉得我也失职，真的我也失职，因为完全没想到宝强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啊，疼疼疼！整个都呆了，如果要不是我后来推他那下的话，我才不至于掉下去，不会摔伤。我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可能恢复可能就需要两三个月。没有，这次没有机会再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起去挑战一些东西，然后可能后面就不能陪着跟我们在一起了。你需要大概18万，嗯，你们学校也给大概18万，谢谢。没事，这个谁也不能怪谁，就怪没有用。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掉下来，会扭一下，这么严重。别责怪自己，没事，真的这个。就是，哎呀，意外受伤的。伤情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，宝强哥必须退出训练，回北京进行手术。疼了，我现在疼的比刚才厉害了，我觉得。嗯。胀疼胀疼，可能是打石膏原因。哎呦！大哥，没牺牲啊！你怎么样？打了，骨折了，扭了。我操！扭了一下，没扭这么严重。我没觉得怎么会这么严重。是，我这个腿原来就是扭过脚腕的。我那一瞬间，我就能感觉到很严重，很严重，不能动了。我看我那半个腿就觉得麻木了。髌骨，腓骨还是髌骨？就是腓骨。三分之一处，对，没错，这么厉害，一眼都看出来了。
我80年的时候也骨折过一次，当时我记得我骨折的时候就蹲的这一下，在小腿的三分之一处，腓骨就是髌骨中一骨折。我得回去回北京动一个小手术，动小手术那个，哎呀，就需要一个时间，就是不能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但是我会一直关注你们看你们。我初中三年级脚骨折，打了石膏打到这儿，每天拄着那个去上学。你看年轻那时候也年轻一点，老得快。对，现在王宝强这个40来岁，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弄半天，你比我大呢。你如果后要拍戏怎么办？对啊，就那你那个戏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就这样，我去演就完了。对，你替我演。我偷摸弄乱点就完了。好，我们以后有任何任务要完成要战斗，我们都是代表王宝强。那你什么时候回北京？今天晚上是吧？今天晚上。一路走，一路顺，一路走好。我们会怀念你。你还带礼物了，哥？这个，来，哎呦，我也不吃，我也不喝，还有一粒，我也不下糖。拿着吧，这你就得拿着糖，这给我一个。什么东西？你们这么的眼神狗屁！不给你多了，因为我还要吃。然后想你们了，你在对待一个受伤或者是生病的人的时候，你不要给他带来太多的负能量，你尽量让自己显得轻松点，他心里会好受点。特别是封毅大哥也是。一看就是有经验的。那明天就直接做手术是吗？希望就是没什么问题的话能做。你要赶紧先做，我们去看。对，行，好好的弄，争取最后一期的时候。最后一期你还能再回来？是，如果说能演好的话，我一定会。没问题。这人回家了，但是心跟我们在一块儿，共同战斗。对。那我们走。好。加油加油，男子汉们。男子汉。没问题。海涛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啊，加油吧！是的，谁都不能再受伤了，不能受伤。班长，对不住，我这意外的问题，这跟谁都没有关系，真是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啊，班长，这几个战友带好啊，教育好，交给我了，一定要安抚一下他们，早日康复。放心，我好了还会过来看你们。共同加油！啊，加油！啊，继续训练吧。啊，好了，拜拜。好，再见，自己保重啊。加油加油，太棒了，走过了。当兵的，这次过来是还债的。来动了吗？来动了吗？努力点，快点练。今天不是吃素的。来吧！啊！成长道路当中要多吃苦。不怕苦，不怕累，要做一个优秀的士兵。是。能不能继续启动？不。红旗作战，由我
前，我们只有期待，就是往前跑，就是跑。战军勇敢上前跑。我们穿着军装了，我们就是军人。玩海岛骑兵，做真正男子汉。提醒您下期看点。这是新来的战士，欢迎你加入炮旅班。我们需要一个精壮的汉子。上去帮忙，冲冲！在训练的话，受伤在所难免。哎呀！走吧，现在看不出年龄了。这是实战。哎呀！实弹射击非同儿戏，炮膛很容易出现炸膛的危险，很可能整个炮班的人员都会牺牲。这里是由强者自强别克昂科威冠名播出的《真正男子汉》，干线洪流，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为男子汉灌注能量。让无悔的诺言浴火而生。